这样的话，你同事一定开始在那边切自己说，他今天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没进来啊，死菜鸟还是什么的。所以我就说，你一定要先把自己 credit 先建立起来。那到时候你可能真的是不舒服的话，你就是被扣分也还 OK。可是你现在是 zero credit， 是什么也没有。对，对，就是我会觉得，其实真的要开始一份新工作，确实是不容易。对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以前我都可以就是讲我就是同事的坏话，可是我现在没办法，因为我的外国老师就是我的外国同事，他们都听得懂中文，他们中文都非常厉害，对啊，而且他们讲中文，所以觉得哎，那现在在 camera 跟他们讲一些话吗？反正他们可能会收听或收看我们的节目，不要看我们的节目，这样是最好，我觉得这样对你们会好一点。对啊，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在美国我就。不可能，我知道，因为美国同事不可能会听到。对啊，有一次我就是知道一个在不同的办公室里面，可是他还是我的，他是也公务员，他是在一样的部门，可是那个部门其实有分开很多不同的 branch，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okay. 所以我不会看到他，可是我知道他会听我们的广播。可是我对我说，哎，我其实我不知道你是谁。然后就是没有什么，对啊，所以就我不会有这个压力。现在就我没有办法讲一些公司的坏话。对啊，而且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些台湾人，他们也有可能会就在我的公司哦，然后偷偷收看你的节目，有可能，对啊。好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是今天又是最后一集，没办法主持啊，你要叫我怎么主持下去啊？你可以反正也都不想做了，对不对？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又是会觉得说讲什么都错，都被人家偷听，然后被 fire 掉，那这节目有什么存在意义呢？请问一下，就算了。所以我们今天只剩下倒数，我们第一段倒数大概只剩下大概三分钟，就第一段录完就算了。我就是觉得，反正今天大家都这么累，大家今天就节目20分钟就好啦。我每次主持节目，我都会想尽千辛，想尽各种方法，就是说把我的时间缩短。我真的就是应该就是一个 mega podcast 应该有5分钟、10分钟都在抱怨要做 podcast 的那件事情。对，就是大家可以每次都可以观察，每次都我觉得他们觉得又来了，他们就觉得说你们这很奇怪，然后很多人就说那不然你不要录啊，奇怪。对，爱抱怨又爱做之类的。我在流汗。好啦，我又来了。又开始啦，对啊，又那我们这样录下一段吗？不想录嘞。下了啊，还是有人录啊。我每次都这样。这样无聊，我觉得。好，那看下一段，因为还没想到话题，不知道录什么。哎，我这就是跟自慰有关系。哦，好，我知道了。好了，下一段见。没有，我有2分钟，两只。没有，再讲2分钟了，我要赶快缩短那个时间。一下啊！好了，我们下一段。你要 make up 吗？2分钟的 make up 好不好？怎么个 make up 法？准备干了啊！你跟镜头 make up 一下，快点把镜头当作是我。好，下一段。下一段。It's been 4 weeks since you slept with me. I was horny, both turtleneck and angry. 1 month since you looked at me and said, come to bed, I'm ready, get over here and bang me. 4 weeks since you polished me, parked the pink Cadillac and held the sausage hostage. 2 long since a pigskin bus drove into Chinatown and lost most of his luggage. Blue balls, I got a backlog, I got a jack off. Burp the worm and spank the monkey. I get flustered, so I tussle with the love pump to make the slug jump. There's a lack of rumpy pumpy. I yank the doodle, drain the dragon. I miss the shagging, so I sit and cuff the puppy.Beat the bishop, stab the rabbit, choke the sheriff, or while he's waiting for the posse. Gonna pop the purple pimple, wax the weasel, pound the flounder, stoke the poker, toss off a batch of orphans. Gonna flick the stick and slam the ham, jerk the gherkin, take a shake and break, and then manipulate the mango. I can't help it, I go whitewater wristing. All I need's a night of indoor fishing. I choke the chicken and I don't know how to thank you. Is it any wonder now that I've become a wanker? I have a tendency to bop on Mr. Cyclops. I have a history of punishing. 好了，第二段我们回来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些有关于精子的事情。精子的事情，靠，就是精子啊，精子先生，精子先生，没有啊，因为你知道吗？其实就是每次我就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那好像是因为上次我忘了跟你说，你现在可以对着麦克风讲话哈、哦。上次去乌来啊，哈，不要那么夸张吧？那乌来就是有人在卖杏仁茶，
那个 almond tea 啊、oh ，对，然后接下来就会我的朋友就有人说我不喜欢杏仁的味道，恶心死了。不是杏仁的味道，他们不是很杏仁的那个做茶的味道。做茶的味道，因为本身杏仁，如果说你在吃那个没有那个味道 ，almond 是没有那个味道的。对，对对对对。对，可是就是说，因为它就是做成杏仁茶，就为什么会开始那么香？应该有加什么东西吧？可是有些人觉得很臭，因为他们一定有。加个什么东西？也许杏仁就是那个味道啊。因为我有就是有喝 almond milk， 就是杏仁牛奶。哦，在美国的 almond milk。对啊，就是用就是 almond， 嗯，跟水跟一些，可是不是有 milk， 可是你打一打都不会什么味道，所以觉得他们一定有放个东西在杏仁，就是跟杏仁在一起，一定有。我觉得是放精子。对，应该是精子。因为他我那个朋友就会说，哎呦，就是。那个感觉很腥啊，他觉得那个味道是腥的，就觉得不好闻。他就说那个，而且那喝起来很恶心，然后开始，然后就故意在那边反刍，就在那边好像想要吐的感觉。哇，我觉得好香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拜托你，一般来讲你都可以敢喝精子了，居然不敢喝杏仁茶，真的很烂哎、欸。真的很烂。他就说，可是精子比较好喝啊，他也跟我强辩哎。哦天哪。那精子是甜的好吗？哦，请问一下，你男生的cum真的是甜的吗？你不知道吗？没有，因为我不喝这种东西，我只喝杏仁茶。要就是有可能是一定要就是碰到，就是不小心的。哎、欸，有 butterfly， 真的耶！我们现在面前又是一堆森林的样子。可是你说我当然是咸的、啊，咸的、啊、哪是甜的？对啊，对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要讲有关于精子的一些事件。的世界，对，因为我昨天就跟朋友出去嘛。啊，那这个朋友啊，他户外喝精子，他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就是跟甜精子有关系吗？没有，因为好了，我跟你讲，最近我的喉咙、最近呢这件事情开始，因为我们昨天跟他又出来喝酒，然后又谈到炫他睡不着的问题，对，然后就后来他就。因为他是男孩子，就跟炫一个建议说，你如果睡不着的话，其实我都会一直不停的自慰，就是 masturbate， 然后让自己一直不停的 come， 一直不停的 come， 然后射完之后你就累了，对，你就可以很好的睡觉。嗯，然后我就说，哎、欸、，good idea， 因为我也会这样。嗯，以前就是睡不着的时候就。也是不停的 masturbate， 就是高潮完不停的 masturbate，、okay. 就是高潮完之后，你就觉得哎、欸，真的会累，真的会累。我知道，我觉得这个是很好 relax 的方法。真的，真的，我也知道。就是我说觉得哎、欸，今天好像还蛮 tense 的。可是你要想一想，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先去就是我都会很早。就是、去睡觉，去躺着。对，我觉得开始应该问题就是在这边开始，因为我知道就是。第二天就是很重要或怎么样，就是好好，我要好好睡，我不要太晚。嗯，所以就是，就是躺下来。对。然后我就，因为我不根本不累，就故意在那边强迫自己一定要睡觉，就对。对对，可是我还是不觉得，我应该会睡得着吧？我不会就是刚开，我不会觉得哎。我应该会睡不着，我还是觉得啊，那我还蛮早睡的，表示有很多时间可以让你睡不着，然后最后就会睡。可是我觉得我开始睡不着，真的是睡不着，就有点开始生气。我觉得那个自慰的 opportunity 已经过了。哦，因为你生气了。对，我就没有，我很生气，而且我真的很紧张，我真的不想啊，好啊，只是把电脑拿出来，老婆给我点时间。哎，那个 Rui 呢？我真的那个时候我没有这个心情。所以说其实你在 masturbate 的时候你还有一些前置工作，你一定要看 A 片你才可以 masturbate， 你不能说随便想一些画面就 masturbate 吗？其实可以，可是我觉得当然是看 A 片就是比较快哦，而且比较就是，那我问你，你有没有硬式，就是硬式要 masturbate 的时候什么硬式？就是说 kind of like 有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睡不着，我就会觉得说，我也知道我睡不着并不是因为 I feel horny， I don't feel horny， 你懂吗？好，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这个时候 masturbate 可以让我好好睡觉，所以我就硬要就是不停的就是在那边玩它啊，搓它啊，就搓到有感觉为止，然后你就会觉得玩它啊，搓它啊，打它啊，没有，不打它就是搓的时候，然后就觉得搓到就是都破皮了，没有啦，就搓到有感觉，搓到有感觉为止，有吗？
就是要很多杯子啊，啊，所以就是跟他拼了的意思，就是拼到自己有感觉。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还需要搞到20分钟，因为就是没有那么快。嗯，那你不可以硬要跟他拼了，然后就是一直不停的弹他之类的吗？弹他，一直要不行弄他啊，弄他弄到你有感觉为止。就是你 masturbate 的方法真的很特别。我 masturbate 是这样。我说：“那你不能硬来吗？还是会有感觉？因为那个是个器官。其实器官，你如果男生的那个老二就是 dick 的话，你硬是这样子弄他，还是会有感觉的，还是会变硬。我就是觉得，是有点像有人会说，你很紧张的时候，或者是你真的很生气的时候，有时候呢，那你好好就是深呼吸。”深呼吸，这屁呀、啊！什么深呼吸？你真的会已经没有办法，就是重回到比较 calm 的一个境界。对对，你就是你还是只要发疯一下。那你发疯的话，你不能就是把自己的小弟揍一顿还是什么？揍一顿，这更火力气，更火力气这样子啊！既然这么生气的话，我觉得其实我应该要水，就是。如果我真的要早起的话，或者是我就是有新的，因为问题是就是我觉得突然就要开始回到睡不着这件事情，对，我就是其实要开始七点要起来，对。可是我的习惯，我在台湾，你想就我没有工作的时候，嗯，我们都很晚睡，就是因为尤其是我是12点才上班，我都睡到9点半、10点半我才起来啊。哦，然后就是你大概11点，就是晚上11点，就是开始就是。好，可以看电视。对，开始是 relax 的时间。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我要大概12点睡觉，他是个11点，所以我们要大概一个小时就是在一起的。一个小时相处时间，然后又不睡在一起，我们几乎可能离婚吧？你赶快吓住我们，什么时候会离婚？嗯，对对，应该快了吧？赌赌应该到年底，就撑不开始撑不到年底，撑不到年底。好了，反正就是说，所以说就是说，当你在这认，就是在紧张的时候，真的要 masturbate 要去放松自己是不可能的事情。嗯，也许我就是要开始，就是今天晚上就要想 masturbate 一下啊，好痛！怎么了？不知道，突然就要那个 sharp pain。对对对，你看我们真的组织这个节目，算了，我们就快就快死了，就这样 ending 就好了。那我们下周再见。真的。你会发现我反尽千方百计就是要我就觉得这个梗就好无聊，可是我好喜欢玩哦。我好爱玩哦。我觉得你真的很无聊，我好热哦，现在对啊，都没有冷气。好了，反正昨天就是那个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说有一次就是也是在 masturbate， 然后你知道 masturbate 就是随便会用他的 T 恤或者是毛巾随便擦一擦，就把毛巾丢在地上，嗯，然后过了不久就招蚂蚁了。他说那个时间很快就招蚂蚁，然后那时候他就在想说，他那个话也不知道，于是呢，他又是在第二次可能下午 masturbate 完，好毛巾丢地上，他就出去了。出去可能回来以后到晚上睡，他想说那我要再 masturbate 一下，然后又把那个毛巾又拿起来擦，于是那个蚂蚁全部都爬到他的那个鸡那个他的那个 penis 上面，然后开始咬他，就咬他，他说那一阵子鸡鸡就变得比较大，因为整个就肿起来，所以我就说怎么可能会招蚂蚁？他就说真的会招蚂蚁，他说因为我的cum是甜的，我觉得这很奇怪，那我说你的cum是甜的，会招蚂蚁？不是，我就是cum没有甜分吧？我说。嗯，也当然，又不是糖尿病的。我觉得蚂蚁都如果是吃的，因为我们的 cat food， 我们猫的饲料是咸的，这应该不是甜的，可是他们很爱，所以就是他们就是喜欢 food， 就这样子。那你觉得 cum 是个 food 吗？当然啊，用那个 cum 里面的精子有 protein， 对不对？很多 protein 啊，很多，对啊，就是很。所以我曾经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在野外求生的时候，就是你被困，就是你需要一些 protein 补充体力，可以喝精子吗？你自己的吗？还是别人的？对啊，它是自己的、啊，就是一个丰富的蛋白质的来源啊。对啊，其实你应该可以吧？可是你还是在吃你自己，所以你还是、哦、对啊。那不就是一个废物利用吗？对，所以一个 cycle。你也可以吃你的 finger， 可是你只是开始觉得你的 energy， 你还是要 restore replenish。那你喝别人的可以吗？可以，这可以，要试过。可以喝别的是不是？对对对对，可以。好了，那我想问一下，当你在没有听，你有听说过在台湾、嗯，如果男生喝凤梨汁，蜂蜜哦，凤梨就是那个 pineapple 啊、哦，凤梨汁，
凤梨汁，你这样讲什么？凤梨汁啊，哈！因为我觉得我就教你讲中文一定要夸张一点，凤梨汁，凤梨汁，凤凤凤哦凤凤哦凤梨，对，凤梨汁，凤梨汁，对对，我你的精神会变。